喵，之前喵送的好运鞭炮 ，Hello 阿罗纳奇 ，Hello 勇哥 ，Hello 内内 ，Hello 一凯 ，Hello 亚麻路布 ，Hello 张巴拉 ，Hello Taco 吴安 ，Hello 黄鱼 ，Hello 启俊 ，Hello 勇哥，谢谢勇哥的我来签到。熬夜第一个，欢迎，放寒假了吗 ？Hello 夏西 ，Hello 法师秋个月 ，Hello 冠伟 ，Hello 金界大叔，大家午安 ，Hello 浩浩 ，Hello 台服唯一清流 ，Hello 小精灵 ，Hello。这两天好，对，最近睡眠蛮不足，最近工作比较多，已经，昨天是我睡最久的时候了。我前几天大概每天都只睡可能不到四个小时。不过最近就是这几天，因为慢慢要过年了嘛，所以就没有什么，就是工作比较少了这样子，所以就可以好好的睡觉了。午安 ，Hello 少凯 ，Hello 海海 ，Hello 瑞莹 ，Hello 地球跌倒了 ，Hello 小叶。Hello， 游戏 Hello， 午餐吃麦当劳，好想吃啊！对啊，忙完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了。谢谢亚麻路补送的长寿符，谢谢，谢谢博弈送的玫瑰，不辛苦，谁工作不是这样子呢？对吧？对吧？谢谢金界大叔送的玫瑰，吃午餐了吗？等一下吃，谢谢。送的好运鞭炮 ，Hello 花栗鼠的仆人 ，Hello 卡丘，要去买午餐，多吃点吧 ，Hello 别打我脸，那可以碰你肩膀吗？不要碰我肩膀，Hello 小风仔，都睡十个小时真好 ，Hello 雨过天晴。一年只有三天假嘛，也是可以啦。我觉得能在就是能接工作状况下多接一点，感觉还蛮快乐的。谢谢 ，Hello，Hello，Hello， 道明 ，Hello， 智祥 ，Hello， 秦酷，谢谢秦酷送的爆竹 ，Hello， 小白兔。Hello， 林公子，谢谢小风仔送的好运鞭炮。Hello， 白熊 ，Hello， 米友 ，Hello， 思源。过年要忙，过年没有忙，过年没有忙，过年有年假。Hello， 小佑 ，Hello， 玉安，下周六见，会去找签名。好，谢谢，记得来要道明。2月1号应该就是下礼拜了。对，下礼拜。下礼拜突然觉得那个放假放的好少，觉得下礼拜马上就要收假。好啦，下礼拜的2月1号是在台中的签唱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到现场支持我们哦，拜托拜托。错过7位，好难过，只有1位，不会不会难过，不会难过。Hello 宗泽，今天是晴天，对啊，今天天气终于变好了一点。Hello 杨太，记得七七去年就去东京，对啊，今年要去冲绳，场地比板桥大，应该是比较大吧。Hello Lisa，Hello Hello 大家晚安 ，Hello 天天 ，Hello 风音流，握手会前应该都不会出 OCD 是吗？再去找我签名吗？好啊，谢谢宗泽送的告白气球。Hello 小右，228也会去找我哟，谢谢。终于超到中部的活动了，对啊，好像是4外吧，应该是吧。Hello 新苹果 ，Hello 右星 ，Hello 屈原。
Hello 小恒，恭喜新年好。板桥那个是半室外，还是比较舒适那个。日币换好了吗？还没，妈妈会换。跟爸妈出门，哎呀，就是跟爸妈换就好。没有，之前去日本也有剩下的。对，我最近好像穿太少，所以有点一直擤鼻涕的感觉。握手会你也找我，谢谢。拜托喽，日币低多换一点 ，OK， 换到爆，马上打给妈妈，打电话给妈妈说，拜托再多换个几万块吧，这样。那如果现在汇率比较低的话，因为我打算三月还想要再去，对，如果有空的话，或许吧，应该吧，可以吧，反正先换嘛，对不对？能不能去再说。板桥没签到我的，来台中签。Hello，Hello 阿 Kina，Hello 阿星，变化太大，天气变化太大，忽冷忽热。必胜客的菠萝饼皮很好吃，我没有吃过菠萝饼皮，我很喜欢吃芝心，好好吃哦。不过芝心太胖了，所以都没在吃，好久没吃披萨。你年终的开心，恭喜 ！Hello 王子面 ，Hello 修泽，谢谢龙骑士送的蓝色应援棒跟爆竹，午安龙骑士 ，Hello 坤坤 ，Hello 敏，谢谢你送的枫叶，谢谢修泽分享直播间，谢谢龙骑士送的金曲歌手选票，正在吃真好，谢谢青苹果送的春联，八方财宝。果果会来新加坡过年，看我有没有机会见果果，笑死！恭喜恭喜恭喜！路上遇到可以打个招呼，可是好像不太能拍照，因为就是我们有一些小小的规定，那也很抱歉，希望大家可以体谅。Hello， 幻影战士，谢谢季风亮送的好运鞭炮，穿暖一点，不要感冒。好的，会的。Hello， 大福哥。继续忙，好，龙骑士辛苦了，现在还要忙。Hello， 无敌。Hello， 空白哥 ，Hello。午安，午安。Hello， 德圈 ，Hello NCI。Hello， 风风 ，Hello， 小爱。狗狗很高很怕，它超高的，要抬头看它。不能拍照，可以被七七拍吗？也是可以啦。我偷偷然后来打码这样，然后 po 说今天遇到粉丝这样。今天开到几点？今天开到两点。那下次开直播的时间是明天中午哦。那这两天的中午都会有一些事情要做，就是给他来做个粘土的。跑错台，跑去哪里啦？要让七七拍，如果可以的话，如果遇到我就拍好不好？躺在七七前面的路上可以被踩，才不会，我直接跨过。会不会觉得你很怪？这样，奇怪的人。Hello，Apple，Hello， 傲娇的企鹅，好久不见了。Hello， 叶兰，隔壁路人台。那你要跟他说安安吗？遇到可以当作不认识吗？也是 OK。手做胶水，今天应该就会了。今天先把一些就是配件弄好，然后明天组合会比较好，形状会比较好一点，不然会塌陷。对，再撑一下我就放假。恭喜叶兰 ，Hello 小皮，遇到也不一定认出来，对。Hello， 公大，赶快跑掉，怎么打招呼超尴尬的，有关系吗？现在早晚温差很大，大家要注意身体健康呢。Hello， 云尾师，我昨天穿太少，还好现在一直擤鼻涕，就是鼻子好像就是有点小感冒的感觉，我
等下吃饱再吃个药，先吃一颗小小的药来压一下我的感冒的症状。那等下可以去喝一下维他命 C。谢谢傲娇的七儿送的好运鞭炮 ，Hello 富伟哥，谢谢你送的我来签到。穿很暖一点，昨天早上都觉得好像还好，然后结果越玩越冷。谢谢富伟哥送的 Love，Hello 与你同在，多穿点，多喝点水，我水喝很多，可恶的我呀。Hello 牛排，中午好啊，与你同在。刚去应征微钢，真的吗？好啊，好啊，最多住院而已，不要。这次去东京遇到下雪了，恭喜！下雪的感觉怎么样？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雪是高中的时候，高一吧。我们家出国去北海道。Hello， 小丽又一推。Hello， 柳橙姐送的玫瑰。Hello， 天色国香姐姐柳橙送的玫瑰。羡慕未干的员工。谢谢芳芳送的玫瑰。今天也是在家感冒在休息。哦，你也是感冒吗？我觉得我有一点，很难过，竟然感冒了。还没看过雪，欢迎去看雪。然后可以穿什么雪靴之类的啊，不然穿布鞋的话，我跟你讲，屁股在地板上超痛的。如果踩到那个，就是早上就是融化，然后又结，就太冷，然后又结成那种冰的话，不是雪的话，就会跌倒。Hello， 坤坤，中午好。谢谢不留送的玫瑰，谢谢坤坤送的好运鞭炮。Hello， 酱。第二次去，对，去年我们没有去，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刚好在。在泰国有那个 Asia Festival。 Hello 家豪，昨天辛苦啦。不会，谢谢德先生的真情告白。 Hello 小猪， Hello 阿如， Hello 彩虹花，放假可以尽情看直播，恭喜。小国二号什么再长大一点，那你谢谢小爱送的 love。 Hello 雨晴 love， 谢谢阿如分享直播间。后面主角说是固定出现嘛，对啊，我就是把它放在那边，我就懒得再移动它，只是想说要移回床上嘛，阿善好懒的。谢谢勇哥送的 kiss 啾啾，谢谢人豪送的长寿福，谢谢勇哥分享直播间。新队名没有，还没想，因为我不知道要走哪个主题，因为我们那边好像也还没讨论出来，因为我觉得应该是官方给我们个主题之后，我们再想队名，不然有人叫食物，有人叫什么文具好了，有人叫星系好了，这怎么办？斗不起来。我是蛋糕 J， 然后我是尺，然后我是不是尺好吧？我是圆珠笔，然后我是土星这样。在 Hello 超爱的我 ，Hello 干旱，谢谢玉安送的掌声鼓励，回归了。Hello 嘉轩，恭喜你考完试，美工刀组。大家好，我是美工刀组。我觉得我要穿个外套穿什么？薄的就好了吧？怎么房间好冷？通常外面回暖，房间就会变得比较冷。好像我穿得很怪，什么搭配看不懂。会寒。机会蛮不的，真的吗？谢谢。房间开暖气，等你赞助。没有啦，不用开到暖气啦，没那么夸张。哎呀，谢谢玉安送的鼠你好运，金属银
好运，好可爱。瞬间黑暗系，甩枪组，我不会甩枪，不能送电器，霸气的坐姿没有错，我喜欢这样做。赞助电费，Hello， 皮带，我喜欢皮带收肉中。Hello， 小雨，掉了。比星星，今天长得不好看，我今天长得有点水果，真的太晚起床了。好，捡枪组不要啦，冷到不敢穿短裤了吼。也不是不敢穿，我其实在家一直都穿短裤，只是早上起床的时候觉得好像要换一件裤子。我觉得还是很漂亮，是吗？我今天长得很随便，怎么办？因为有点就是最近睡眠不足，想多睡，所以妆也没有什么画太多，所以就这是有点。然后衣服也就是随便抓了两件的，真的抱歉啊，最近有点想睡觉。Hello， 尊尊尊尊尊，谢谢 M E L 送的 Love You。自然也美，长得很随便，就是没有打扮这样。一般几点睡要看呢、欸？因为有时候有工作，然后回来比较晚，就晚点睡。然后或者是隔天就是睡太饱，我也会晚点睡。社企组为什么 ？Hello 百汉 ，Hello 小五。开始分享直播间 ，Hello 二三。我最近就是蛮喜欢看书的，所以，因为我喜欢睡前看书。是食物，我晚点再做粘土，先让我吃点东西。吃点东西再吃感冒药。会进入思考，不会啊。我不会。今天也是吃优格配麦片的。那个没有怎么了、啊。吃蛮久的，月初买的吧，慢慢吃啊，因为每次吃的量都不会很多。想哲学问题，整晚没睡，那你就不适合在睡前看书啦，所以要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对，要看你是怎样的人吧。感觉很喜欢琪琪，真的吗？就是那时候我们也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相处的，觉得害羞，因为我们的休息室因为我们人很多嘛，所以我们休息室就是而且剩一间，然后正式生一间，但是因为正式生人有时候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有几个过去，然后我跟林杰还有诗雨就跟二起生一起一间这样，所以我们那天相处下来就是就是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哲学类没有吧？是什么类啊？我看一下。我不知道什么类型的。我看的是散文吧。我是不太看小说的人，我不太喜欢看小说，因为要花好多时间。
我喜欢一篇一篇看。那女生就可爱啊，然后他们也会紧张这样。看到之前了不？谢谢空白格送的大声说爱你，谢谢。找个音乐哈，好久没有听排行榜上的歌了，快来听一下，不然我快要就是跟新歌脱轨了。可现在排行榜全部都是邓紫棋的歌，因为太好听了。这是个单，就是这个专辑很棒。谢谢任豪送的 Love， Hello 安安，谢谢任豪送的 Love。和二级生分开吗？所以正式生加二级啊？之后的话，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照组别，因为我其实也想不出来为什么要分组。然后我只唯一想得出来是可能会就是这种 mini concert 的形式，然后分组去表演吧。我在猜应该是这样。喜欢一个，哎，怎么不可以见一个爱一个？今天可以把麦片吃完，那我明天要吃什么？那我去买小包的麦片。没了，终于从月初吃到月底，终于吃完了。今天是放假的一天，所以今天要来整理我的房间。前一天真的太忙了。其实我们礼拜五的时候就去彩排，然后很早就出门，对，很早起，超早的。然后彩排结束之后就回去开直播嘛。然后隔天又是那个 mini concert， 然后我觉得那天好不知道什么很晚睡，忘记了到底在干嘛，反正就也很晚睡。然后昨天有昨天在干嘛？哦，昨天有工作，然后前天有尾牙，然后最近都没有什么好好休息的时间，然后也没有整理房间，要过年了，不能不整理了。然后我要收拾一下我的衣橱，把一些不常穿的衣服带回去讨论。行李箱有用处了。看在 KTV 时不时进来一下，好哦。是红包，对。Hello， 点恒，好久不见呢。我买了两种红包，给爸妈的比较慎重一点，是金色的。就是给奶奶跟阿嬷的。爸妈是这个，明天再就是要求他们再把这个还我，这个有点贵，要多使用一次。哎，使用一次就丢掉，我真的会心碎呢。真美。大家看我 IG 的影片吗？我有 po 我买这个的时候，这我希望他可以用三年，再还我这样。那是我在书局买的，国树酱问是不是没有看我 IG 的影片啊？零什么？你就想零什么？你可以零冷空气。他的右拳，别乱跪。没
的时间是看我坦诚知道去天堂，对天堂，天堂。因为我们在聊红包袋。对日式的那个袋，就是红包袋是白色，就是习俗的不同嘛，文化的差异，大家不要乱买哦。谢谢阿江的我来签到，直接微信发红包，我们没有微信发红包，不过大家可以就转到那我户头啦哈，512，就想出来大家，欢迎大家投那个弄钱进去，想要收钱。大家今天也是麦片跟优格。不行啦，他弄成 N。打在这边讲，然后还不跟人家讲，那串数字是什么？这样，那懂的人就知道，他马上就会被退合约吧。我们没有代收服务哦，他是诈骗，快编他！谢谢点很多的我喜欢你，我是在什么优格跟麦片。点恒送的玫瑰，马上会，不要这样啦、啊！幸福的时刻是短暂的，就跟雨晴吃饭一样，好难过，短暂的，心疼。这个碗很可爱，它可以微波。谢谢 M E L 送的荧光棒。Hello 小易，又吃一碗，不行不行不行！谢谢壮送的玫瑰。等一下可能就是下午的时候饿的话，吃个苹果吧。敲完再来一碗，不行。有吃就好，不饿就好。明天开，明天中午开卡都是刘家军，真的假的？有阿 K 是吗？谢谢。谢谢 HSIH 送的玫瑰。Hello 阿贵仔，是这样会饱吗？不会饿。这首是那个，就是他们又在唱，就是翻唱。他是跟那个不是翻唱，就是妇科，叫妇科吧，是这样讲吗？就是五月天跟孙燕姿一起唱。婴儿肥吗？我可以把脸拉大了，我也不敢吃太多。啊，我感冒药在哪里呢？这是胃药，感冒药吗？感冒药。那就只好结束的时候再。不打扰就是我的温柔了。第二部，因为我第二部有填了，只填雨晴，真的吗？谢谢。
抽屉大揭秘，抽屉很乱。点头像，谢谢阿基亚送的长寿符，谢谢。为什么要把小琴跟雷一起踢上去啊？那么可爱。谢谢超哥送的好运鞭炮，好爽吃。没有，我通常都是中午开直播，中午其实真的不会吃太多。对，我就刚起床，我要怎么吃多？有吃就好。我通常就是晚上或下午才会比较饿。谢谢阿基亚送的爆竹，独角兽啊，可爱。喝酒无法难过，我已经习惯中午有我了，中午有时天看，太爽了。谢谢阿鲁纳西送的好运鞭炮，午休去好哦，快去午休。中午起床见我，去睡觉啦。我觉得睡觉比较重要了。谢谢志伟哥送的真心告白。谢谢。我知道易云有独角兽的衣服。补充能量到下班，谢谢。再带到世界各地，好浪漫哦。你干嘛要跟我介绍？不用。吃不下饭吗？才不会嘞！你麦当劳还没送来，好饿哦，好羡慕哦，吃麦当劳。这样之后可以补睡，好吧？本来以为你今天回家播，还没。谢谢志伟哥分享直播间，要贴上去吗？不用，没关系。我怕飞安问题，怕把我贴上去，那个飞机啊承受不住我的重量怎么办？不行，太危险了。玉米浓汤饺，好久没吃了，感觉很好吃。继续补眠，起床刚好看我，那一起是早上8点播，趴着播模式，想睡，还没睡饱呢。刚吃饱饭来看我，不会吐出来哈。等一下来做粘土儿，放旁边。昨天买的茶还没喝完，这还能喝吗？可以吧，无糖的茶应该是可以喝吧。显卡爆炸了，救你！对不起，我不太懂。科技类的东西，所有科技类的东西在我手上很快就爆炸了。我是传说中的科技杀手，全失败型科技宅。谢谢龚大圣的好运鞭炮。教授的好运鞭炮，谢谢。3C 杀手，没错，吃饱睡，睡饱吃，想要吃饱睡，睡饱吃，口感不是很好。Hello， 雷扎比姆，煮菜，不煮菜，泡菜炒泡面啊，好想吃哦，泡菜炒泡面。Hello， 红 A。可爱三连拍，一、二。
度很快，应该不是对自己，为什么不对自己？指别人就是指自己，有没有听过？太快了，一二三啊！谢谢二三送的好运鞭炮，嗨嗨塔瓦哥。枪口朝内，我是个温柔的，最温柔的人，不开枪。今天不想开枪，今天这样严重睡眠不足，不开枪。枪口对你，不要，我不开枪。今天很乖，不要这样对我。没看过七七开枪，真的吗？他们都有看过我开枪。Hello， 朱莉恩，星期六表演很棒，谢谢。我有看到你们坐在旁边，你跟令狗对吧？坐在，如果是你们面朝我的话，就是坐在左边，蛮前面的呢。充个电，开枪怕射不准，怕射到自己了，已经射歪了，射到自己了。讲到控制，动闭嘴。调个位置。你说那个吗？就是 mini concert 的照片吗？新 CP， 你说他们吗？我不知道呢。坐在侧边的角落，其实是山顶侧面比较开心。我一直很想要认真看山顶上的大家，但是因为灯很，就是灯是直接往我们这边打，所以就是眼睛一直这样眯着看，就是不好看。我认真想要看清楚大家的脸，样子，他到底在哪？暗暗的怎么办？你没看到七七很可惜，不会也不会了，还一定还有很多 mini concert 啊，对不对？每一次的表演都不一样。Hello， 浪客18775258，太黑了，对，太刺眼，你们太刺眼了，可以不要那么刺眼吗？期待二月九号找七七，二月九号也是签唱会，是在高雄场，希望大家可以来。山顶又冷又暗，不太容易被成员看见，可以参加到，可以的，可以的，以后一定还有很多。那就自伟哥送的长寿符，不不，我不是那个最耀眼的，我喜欢当旁边的那一个。Hello， 林哥 ，Hello， 东东，二月九号见 ，OK。在高雄，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去，希望可以，我期待见到大家呢。直播请假，好。Hello 内内 ，Hello 小峰，在旁边也耀眼，那是何等耀眼，就是那么耀眼。我要当耀眼的人，可是在旁边耀眼。要做名牌吗？要啊要啊，欸，名牌可以帮助我们记忆，是很重要的。唱歌好的 ，Main Con 表现得很棒，谢谢。
什么给我去什么什么问爆料什么过年来住个名牌好的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做名牌啦因为有时候我们没办法马上就是反应过来你是谁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可是我知道你但是一直想不起来名字有点尴尬没办法马上反应 Hello GB 中午好有点抱歉我不管通通给我做名牌拜托拜托一定要做名牌不然我也做名牌啊我握手会也带名牌好不好哎、欸，红包应该是 GB 送的 ，GB 每次都会发分红包。谢谢富生送的玫瑰，谢谢小易的分享。Hello， 新一，谢谢大家的礼物。这名牌太满了，还是不要去，不能这样。做名牌你也不认识呢会认识哪第一场在侧面转头就被瞪什么哪有瞪你们我这么眼神这么柔和的人怎么可能会瞪你们呢狗牌不要狗牌名牌认得出来也神了我又在记得大家的脸但是真的没办法每一个都这么快反应过来或是这么快被记住只是看这个抱歉我在努力了我脑容量真的没有很大原谅我吧我还要记站位还有动作谢谢本人陈先生的好运鞭炮 Hello 123眼神确认过很凶哎，没有吧干旱确认过眼神就知道很凶狠押韵 YES 可以吗这个押韵可以吗没有每首歌的那个感觉跟态度不一样啊！你要说我参见的时候很凶狠的跟你讲那首歌就是要耍很帅起来好不好麻烦你在死亡笔记本上补助记忆不行啦我没有死亡笔记本谢谢阿凯分享直播间谢谢阿凯的封印好了阿凯那我要睡着了我今天下午应该整理东西整理到睡着吧直接这样子然后这样子那就行我觉得我宁愿趴在床上然后就睡着怎么办我不可以这样子谢谢美人之人送的真情告白偷看名牌叠在哪叠在胸口上会比较好看清楚因为有时候桌子很高什么的山顶浪看谁都可以Hello 罐罐谢谢凡送的好运鞭炮午安呐、啊、凡谢谢 Martin 送的好运鞭炮截什么图不要截图在山顶喊二起也不会被发现真的吗那我们今天呢直接进入主题 Hello 101那其实今天呢是因为我在跟 Mina 聊天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想要做粘土然后他就说是啊书画没学他的声音对不起啊！你要做粘土，好难哦！就是想要他，想要模仿他，不行，我不能这样，留点口子，要过年了，没有啦。他就说，我就说你喜欢什么卡通人物吗？我也可以做给你。然后他就说他喜欢琪琪弟弟嘛，他就没有叫我做哈姆太郎。我觉得哈姆太郎长得小时候很喜欢，然后现在不太喜欢。我说哈姆太郎长得没有很可爱，不要打我。我觉得。琪琪弟弟比较可爱他说好啊那就琪琪弟弟我就说好那我就做琪琪弟弟的发夹给你觉得很习惯对啊就是习惯了太想跟他讲话啊一清怎么了这样子我就揍你哦我要揍死你
很烦耶，然后那立刻想起他的声音，真的很烦，这是习惯性，你们也会习惯吧？谢谢青苹果送的掌声鼓励，以为错台，对吧？会习惯，对不对？跟你讲，一定会习惯。所以我现在要打个草稿，我只在这里，这是我很乱的抽屉，还有这个角度看不到，里面很乱，其实放包包，包包能有多整齐？我喜欢计划内的事情，但有时候计划外的也是蛮有趣的。这动笔在哪嘞？被七七洗脑什么？来搜寻琪琪与弟弟的琪琪弟弟的图片，谢谢小爱送的玫瑰，七七揍你不行，我才没有这么凶狠，我怎么要揍人？我这么乖乖，不要娃娃硬的七七，不行。我国中的时候真的就是，别人都说我有娃娃硬，然后我高中的时候直接变男生的感觉，就是跟现在声音一样。国中到底为什么这么，就是声音会长这样？是女生也会换声音吗？会变声吗？还是其实我是男的？我是不是有喉结？我喉结吗？我好像以为我是这个吗？拜拜，去实习，把我做成粘土。阿如，谢谢盛虹的追踪。有哎、欸，怎么办？我是不是男生啊？我走错性别了。哈喽森雷雨晴哥，米娜有喉结还是娃娃音？那好像就不是那问题了，那是你的喉结，还你啦，然后丢过去之后变成还你啦，这样剧情也不是没看过。哇，我真的是二十几岁才认清自己的性别，白痴哎，一直搞错，太帅出现红点应该是，没有啊，开玩笑，我是女生啊，笑死，太幽默了，很闹哦，弟弟，之前都叫错了什么？我娃娃音，很恶心吧？我一个这么 man 的女生拿娃娃音不行， Mina 还可以，我不行，我太 man 了，很质疑什么结实的手臂什么，赶紧检查一下自己的喉结，孩子耶，不要这样闹事，因为是 Mina 所以可以接受，对，我不是 Mina 所以拜托不要接受，嘉豪打球，我是嘉豪吗？要看人对不对？小心有人来乱问问题。谁？哥好正，你不要这样这样。如果新朋友进来，真以为我是男生怎么办？太可怕了！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什么都接受，不要啦，不要闹事，很闹哦，不可以这样。胖到看不到喉结，不会吧？女装大佬，哦，其实穿的也很男生呢，现在。
这么漂亮一定是男孩子。Hello 古早味午安，来画个草稿图啊。希望这两次直播都可以做完，希望吧。因为我真的很因为要过年了，我就不喜欢事情搁着的那种感觉。这首歌是那个句号霸气坐姿什么啦，嗨嗨，伪娘界的顶点。哇，我终于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就是那个了，我先用这个方式赚钱。不是因为要出去玩吗？不是不是，也是也是，没有，我只是不喜欢就是东西搁着，我就很想要一次把它做完，我是这样子的人。但有时候着急也不是好事呢，可是就是我这是着急的个性。要一只还两只的，两只的很困难，小只一点。认真画草稿图，要让你们看到手才对，不然大家以为我在发呆，这怎么行呢？我怎么是这发呆的人呢？我这么认真，对不对？认真、可爱、俏皮、美丽，不是啦。那快睡着的人就是会讲一些梦话。好，父亲节、三姐真看得出来是个男的。我也是有拍学士服的，好不好？不，学士服可以怎么讲？你是有拍学手服，你会觉得我是男生呢？以为在点副本，才没有嘞。那最近没怎么在点副本，最近太忙了，忙到就是连开游戏都懒得开，所以我已经三天没有上线了，你知道吗？三天没上线了。直播播到几点？今天播到两点。桌面很厉害，英雄联盟的桌垫，我这个臭宅女。认识人不看性别。旗袍就不会怀疑，对，旗袍昨天最后一天的预购，大家应该都买好了吧？其实水手服的身形好漂亮，三句好。我们也打个喷嚏。说不定我这个要做很久。好多细节，好多细节，好烦。笑起来很美，真的吗？谢谢。旗袍怎么可能不买？买起来！一年旗袍就走那一次，对不对？旗袍算是一个蛮就是很有质感的一个服装吧。直播到几点？两点，下午两点。对。我在想，太久没有做了，会不会没手感了？做起来很丑怎么办？希望不要很久，怎么办？刚刚听到子琪的歌里面有四不像歌词，而且浪客分享直播间 ，Hello 旅行者送你，每个月只有一次，从不错过。什么东西？你说生写真吗？捏你吧，琪琪什么都会，我是齐慧吗？慧琪。齐慧，什么都会。期待瑞婷跟七七的旗袍。我在画草稿，因为我接了一个单，接了 Mina 的单。
是接单吗？是讲接单吗？其实也不算接单。主持人很认真看啊，他是分牙齿，是琪琪跟弟弟是有牙齿长两颗，牙齿长一颗，是不是？对不起，我其实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想说琪琪弟弟差别在哪里，原来是这样子，我现在才知道哎、欸。下订单吗？不行不行，这不能下订单。下订单我就不用做偶像的工作了，每天做这就好了。我记得面面是喜欢深色的那一只，对不对？中午好啊 ，Hello， 学学，解释不了，不是说生前是吧？他们在认真的画画，他是琪琪还是弟弟？所以。牙齿有两颗是琪琪还是弟弟？怎么办？认不出来，被呛爆。谢谢青苹果送的掌声鼓励。哈梅冷气，什么东西？业界可送的。送的，你爱送的好运鞭炮，谢谢，欢迎男生送的乐，谢谢，谢谢 Jack 送的好运鞭炮，谢谢点恒送的真情告白，谢谢布袋戏的角色，原来如此，之前小时候阿嬷家都会有布袋戏，现在就没什么布袋戏。一颗牙齿是琪琪哦，所以这个浅色是弟弟啊、哦，原来如此，原来你是琪琪呀、啊。OK， 你把它写下来，免得去忘记。可是琪琪弟弟的东西都蛮可爱的，是真的。Hello 菜菜 ，Hello 志腾，谢谢追踪哦。喜欢我的话，也记得到我的 IG YU7.7持续追踪，拜托喽。谢谢。黄昏宣告着今天已死亡，远去的光影是我的战场，终于在日落的时机。我很喜欢你的他，谢谢志腾送的枫叶，抱歉我画画的时候没办法看留言。是真的开心，不是你们可以自己聊天没关系哦。我怎么这样把工作丢给别人的感觉。爽啦，我的手机也让你看看我的他，不介意的话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吗？ Hello 羊妈露骨，好美的侧脸，温暖却停在远方，对峙着不可能。还记得之前在修润开直播的时候，那时候为了 TGC， 然后我也一直在画画，然后一直没理大家。让他留下，
画什么呢？就是因为我等一下要做粘土，所以我先打个草稿，看我要做什么样子的类型。希望透过直播间，大家可以成为朋友的感觉。我喜欢这种感觉。不够好学，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落下同一颗太阳。歌是叫做旋律，然后是田馥甄的歌，是 Hebe 的歌，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听听哦。不要觉得闷，没关系，有时候东西就是这样啊，有时候来了就来，去了就去，至少我努力过，也不算白费吧，那也是个美好的回忆呢，是吧？有红包快抢！那种感觉吧，是他们两个一头，然后就放那个，然后蝴蝶结或一些小花之类的吧。我思考是这样子，因为我也不知道琪琪弟弟还有什么配件，还有什么重要的配件吗？好像也没有。所以真的不是因为我不会画水豚菊，我现在解释一下，是这个生物真的太难传了。你看，哇，奇迪就是长多可爱，这不是我问题，帮我解释一下好吗？也爱也爱也爱，爱心也可以，爱心好像蛮重要，能画爱心吗？标花爱心。底色用红色，然后蝴蝶结可能米娜喜欢黄色，对不对？它会整块黄吗？那蓝色，不然就是都是爱心，爱心，然后爱心，小的大的，小的大的，这还挺可爱的吧。那就这样吧，那不要蝴蝶结，这种感觉吧，这种爱心，然后小的、小的、大的，然后一些花，然后那个那是荔枝吗？还是什么果实呢？我不知道叫什么。然后这是琪琪弟弟的，好。好，就这样。黄色领巾，这啥环节？这是我的手作环节。其实我已经试做了一些东西，这是马卡龙，它还没干呢，有点软软。然后这个的话，我是拍那个 IGTV 的教学影片。我还没剪完，又掉了。它干的差不多，只剩内层还没。
我就放旁边嘛。然后每次做东西都会做一些配素材，就是花什么之类的。桌垫好脏哦，放旁边，放旁边，你们去旁边，别在这边占位置。不小心吃下去不会吃吧？这个没有那个，没有到那么好看啦，讨厌，还讨厌每天拿三八。其实我在试图，对，我看它的质地怎么样。等一下哦，小东西有点多，我要把它分开。过去，孩子们过去。之前上班的时候都会做这种很小的花，因为小朋友很喜欢黏花，所以就会做。拿出万能的尺。面团就可以做，那不一样。面团有什么酵母粉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个好难啊，我没有那么厉害。现在是想分享直播间。大家如果是喜欢做黏土还是什么的话，可以去买个桌垫。其实这我这个是资料夹，然后我里面有颜色是因为我掺了一个很漂亮的纸进去。对，我喜欢这种颜色。业配时间什么东西？然后记得手一定要干净哦，然后也不能戴戒指，你知道黏黏土上会有那个痕迹。调整一下，已经调了。因为如果我拉太近的话，你们就会看不到。但我就戴耳机，也不行，我在充电。谢谢旅行者的追踪，要为自己业配，大家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在这边。中午好啊，风少。刚那是如意，不是擦如意的，讲错了。擦如意的原因是因为呢，这样子手才不会粘，就是粘到粘土，就是有点油的话，它就不会粘到粘土上，因为粘土毕竟是黏黏的嘛，对不对？很容易粘在就是手上。然后也要沾点在垫板上，大家可以买油一点的那一种，可能是什么凡士林加雪佛兰啊之类的，对，均匀的上去 ，OK， 对，差不多跟面包一样要沾油，这个解释我喜欢。今天会用到黑色，我黑色还没开，我其实不太喜欢用黑色，因为脏脏的，很容易弄脏。那记得做黏土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你要从浅色的开始先做，不然会很好笑。然后用这个封起来，是因为这样才不会让它那么快干掉。如果你长时间没有要使用的话，你里面可以放湿纸巾，然后喷一点水进去，它就会保持湿润。Hello， 粘土法式，对，我现在要做的是粘土法式，我要走猜艺主播型的。好像要把我的每个颜色摆好，我喜欢一目了然的感觉。
好，这黏土可以混色吗？可以。那因为我的话，我习惯性就是会买一个比较质感比较好的素材土，然后去做混色，因为我觉得这样子颜色透透亮亮的很漂亮。所以大家也可以，如果要尝试要做的话，也可以试试看。你可以买白玉土或者是琉璃土都可以，哦，都 OK。谢谢婚儿送的玫瑰，全摆出来不怕干掉吗？我这个是保鲜膜，大家可以买保鲜膜，然后把它封住，然后因为保鲜膜家里应该都会有吧？对，你混了不同颜色，然后太多的话，也可以用保鲜膜是包起来，下次都还可以使用。不好意思，来我了，不会做手工就算，完全不会，试试看啊！哎，你也是有在做卡片什么的，你是有做给我过？我要先把，这是要做的发夹，所以我要先包色。其实你知道吗？为什么会拿尺出来？我上次投票回去桃园的时候，忘记把我的工具带来了，所以，呀，就只好用手边现有的。那我想要调出酒红色的颜色，所以我就要加一点咖啡色。这个比例呢，就是要看大家怎么去抓了，因为我之前有做过，所以我大概知道颜色的比例要怎么搭配。像巧克力，这咖啡色巧克力成人包的那种吗？昂不贵被无视，那你？都要封好，不然会干掉。白色像饭团，没有工具的部分。对，哎，你知道我就是一个，就是那种金鱼脑，不然忘记了。粉色呢，就是可以这样子用撕的。我之后在 IGTV 的时候也会讲一下，就是教马卡龙那一集，我正在剪。对，用撕的可以混的比较快。看越正常吗？不正常吧，这不能吃呢。人好，红色颜色像昂贵，傻眼。哎，无畏狐哈喽，给我个赞，真的吗？好玩的感觉，欢迎大家去加入玩黏土的世界，这样有点怪。然后第一次混色的时候，记得不要一次加太多，因为我曾经就是一次加很多，然后混了一坨超奇怪的颜色，然后我都完全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就是很浪费，所以一次加一点点，然后去测一下这个颜色 O 不 OK。 如果想要酒红色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加一点紫色，好像可以再加一点咖啡色。所以混颜色不能一次加太多，就像饭偶像一下，你不能一次投入太多，你要慢慢投入，你才有那个珍惜的感觉。是这样子吗？应该说是给饭沙吧，对，给饭沙，不能一次给太多，这样下次你们就不觉得惊奇了，对不对？你们会这样吗？手指很长，真的吗？谢谢。可是我不太适合学钢琴，因为我的手指虽然很长，但是大小就是你看起来就是整个比例看起来很长，但是我大小不大，投入后慢慢收回。话说这要懂配色原理，对，要懂一点，再加一点，我等一下加一点紫色，因为上面的那配色这东西就是你上面底不能太浅，因为你上面的就是风头会被抢过。一下给太多就吃土了，才有剩的可以投给别人。那你不能把粉丝胃口养大，没错，不能让你们对我予取予求。但是这种感觉吧，就是刚刚的正红色，然后这次有点偏咖啡色的那种豆，有点豆沙的颜色，颜色再加一点，再深一点比较好看。这只手是拿来握的，
Hello， 帅峰峰，你好啊！我现在在做粘土，我要做发夹。是被予取予求是吗？这我手其实真的没有很大啦。大家记得就是可以来参加我2月18号的握手会。我荧幕又暗掉了，为什么荧幕会暗掉啊？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这么霸气的关掉吗？因为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不可能会准时关播，所以霸气关台。Hello， 七号，所以我刚正要，我正要说，正要说那个那个叫什么？浪最近在搬家，所以网络可能会不稳，然后就卡了，可恶！果然呢，加点紫色。就会有橘红色的感觉了。刚刚进口的手现在还颤抖着，刚刚分开的温柔。做不完票，不会不会，加个半小时的班而已，也还好。一直在倒数，真的假的？他不让大家知道他最近在搬家是吗？好难过。就有点猪肝的颜色，好可怕！想当年土是正常，想被蹂躏吗？天哪，真可怜呐！偶像没有加班费，真是变这个颜色，这颜色还蛮漂亮的。主播中嘛，而且我标题打成我要当，是今天是粘土主播这样，今天是个粘土主播。然后发现我也没有擀面棍这东西，那我要怎么办呢？拿出我的橡皮擦，橡皮擦吗？这个很危险的，把它擀平。天哪，我好废哦，这样子的。擀面棍不行，那是弄吃的，怎么可以拿来弄粘土？是不一样的好吗 ？OK， 它变得这么薄，因为是底，所以你不能太厚，太厚啊，不能太厚。对，这在干嘛？都是吃的，不行，哪是吃的？Hello， 红衣，母汤哦。东西就是要把它抹的平均一点。卡卡七，不会卡，他现在是。等待，如果再乐又再爱。
明天再播是数，然后就要马上关这样。别再事故了，很难吧？是我今天的第三次开播，希望大家不要一直收到开播通知，然后觉得我很烦，然后就退追了。希望不要。很认真的在刮边边的我，中午好。曾经答应过，曾经牵的手，世界再辽阔，只有你和我，曾毫无保留把真心交托，失去比拥有多了更多。曾经相信过，曾经做的梦。等下，这是戏我等我看。慢工出细活，包好就长这个样子。酒红色的，这么好看呢？好像在上面写春联，就是那个什么恭喜发财之类的。好，就等它干吧。谢谢空白歌手的掌声鼓励。对，这是夹子，要干应该要两天左右吧。两到三天啊，这最好是放一个礼拜。对，连看三场，谢谢。会拍一下送蜜囊那一刻吗？可以啊。这样子又可以有一个 IG 的影片了，哈哈，没有，不是。把内心话讲出来。我来看看琪琪弟弟的颜色。中途下课看一下 ，Hello 宗泽。如果要放在音乐盒上，可以用哪个图呢？音乐盒一样用这种图，你可以用亲子图或者是优质图。那亲子图的话，它的触感干了会比较像泡棉，我比较不喜欢那种比较轻、太轻的那种黏土。所以我觉得你想要有质感的话，我建议是用优质图会比较好。可是但它也比较重，所以。它水分比较多啦，所以你要制作的时候，你不能一次做很多，对，就是你不能一直加叠上去的。因为像我那时候无聊，我就在做布丁狗，然后他就睡着了，然后直接睡着了。所以如果你的土很重的话，它就会往后倾倒，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就是我在测试土质的时候太无聊做了，然后就跌倒了，反正就这样。不喷亮漆吗？会喷亮漆哦，我要买亮光漆还是防水的。这是干了之后要做的事情。对的 ，Hello 天王，Hello 志强，中午好啊。如果你是要做大型的那种的话，然后你也不想要它太重，我觉得也不需要浪费粘土，你就去买那个宝丽龙球、宝丽龙三角锥、宝丽龙柱之类的，那都 OK。然后一样就是要包土，就是用白胶先抹一层薄薄的，然后把粘土擀平，然后包上去，这样就很漂亮了。
如果你要把它粘起来的话，中间建议加个枝杆，就是插个牙签之类，把它插在中间。我是地质学家，别闹了。好了好了，我现在来做琪琪与弟弟了，能会不会这个作品成不成功呢？就是会在于会不会把它做歪。建议还是要粘个白胶之类的，因为其实还是怕会，就是怎么讲，会掉下来，是保险吧，多多一个保险。后天生日，那明天再生日快乐。别再帮你唱生日快乐歌。Hello 建筑啊，要看对 Mina 有没有爱。那你为什么要有爱？听起来好怪，为什么要有爱？这一坨很适合做皮卡丘，颜色吗？是蛮适合的。快睡着了，被手机砸了两次，去睡觉啊！怎么不去睡觉？这么美好的事情。你要调那个叫什么名字？琪琪的颜色要很小心，因为它是土黄色的那一种，所以要慢慢加颜色。等明天中午也有直播，然后一样是先。就是吃一点午餐之后才会开始继续做手边的东西。咖啡冷气，我没关部分睡，怕我快点。那我现在不做，我大家去睡觉。我怕大家不睡觉。对，那个两颗牙齿分开的，它是奇奇。蛀痛先一次完成吗？我建议是不要比较好，因为有时候粘太快的话，它干的话，因为它有水分嘛，假如你粘在上面，它会因为你做的是长的，它这样子交叉的，它就会凹陷，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就不会这么好看。我想一次把它做完，那我这样一个礼拜时速就播完，不行，不能一直开那么久。那今天应该会就是慢慢做，至少做完琪琪吧。你看，做完琪琪应该就两点半，慢慢做。因为毕竟要送人的嘛，总不能做很长。我不能接受我的作品不好看。再来体验咖啡色，好紧张哦。咖啡色这种东西就是很容易坏掉。我现在可以再来一点。中午好，马拉松直播。分开是弟弟吗？有人说分开是琪琪耶。到底是不要骗我？哎，反正就那两只嘛。到底谁是琪琪是弟弟？对，哎，对啊，黄色是弟弟吧？因为我看那个迪士尼的盒子上面写 D 开头，应该他是弟弟吧？对不对？哎，谁骗我啊？想哭？不要骗伦迪啊！人家没有看，没有玩过那种他们搬箱子的游戏。好复古哦，有玩过吗？我刚刚突然想到，好复古哦，好害羞。直接步入年纪。你做粘土做品牌好，加一点红色，颜色比较好看。既然知道这个配方，大家都知道吧 ？Hello， 屈原，欢迎回来。你不知道什么游戏？天天你在骗人，你一定知道。
颜色差不多了，这是弟弟的颜色，差点讲错，弟弟的颜色，我不知道比较合理。Hello 北韩玉 ，Hello 初阳夏 ，Hello 季光亮，以前做的我看看，好可爱，哎、欸，你很厉害、欸，这很厉害，很好看，你手也蛮巧的，真的不知道，你骗人，你一定知道。你在测大小，一二三生日，哎、欸，你的声音很好记，一二三。脸的形状，再跟你嗨一次，嗨，弘毅，有眼神，开店一二三，大家有没有买牛轧饼呢？会不会等下销量不好，他以后都不跟我们合作了？嗯，不行，难得有自己的那种品牌的感觉。应该说对琪琪弟弟没有游戏的记忆，真假的？怎么这样？琪琪弟弟在哭，你有听到吗？就昨天用剩的颜色，应该还没干掉。嗯哼，没干，太棒了！刚好今天拿来用，哎，我好省哦，天哪，自己觉得很得意。那真心的，还有一盒没吃完。对，是价钱蛮高的啦，也这么觉得。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支持一下，尽量尽量就好。特地帮他准备琪琪弟弟的卡片，他还蛮喜欢这个的。首度的话，哦，是哦，马尾七七低马尾，这没什么招，我只是随便绑而已。对不起，看起来有点随便，觉得抱歉。直播突然跳掉就卡住，卡住才重开啊。晚安，米索。我只能像朋友的体贴。米索到底是推谁的？是瑞婷吗？还是 Mina？ 感觉你就喜欢这类型的。今天播到两点，还是一家？哦，是一家哦，原来如此。对不起，对不起。哎，是最迷人的，最危险的。天哪，耳朵好像太大了，看一下，好像也还好。萝莉控栗子，到底猜是推谁的？好奇好奇。啊，掉了，在哪里啊？安安，我的裤子是粉红色，我不知道它是在哪，是在哈喽。嗯，算了，再做一个。这种小东西都很容易把黏土弄掉。你推七七的，谢谢呱呱。乐乐科等人立立空是吗？像乐乐科已经变成立立空的意思了。中午好啊，嘉维。一家休息，他都到处浪，原来如此。看现在看脸。就知道要推谁了，差不多吧。
看面相，最近越来越单推了。年主做什么作品呢？要送给 Mina 的作品，这样讲。巨蛋演唱会，你说乃木坂吗？还是去 KK 吧？哦，白痴，原来在这里呢。你又多做了。浪一点比较好，为什么？为什么浪一点比较好？大家都喜欢这么浪的吗？做特区后面是工大，哎，工大，原来你也去看演唱会了。浩浩，拿出剪刀，让耳朵不要做失败，修一下那个形。小剪刀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七七尾巴超可爱，太突然了吧！谢谢你喜欢。没想到会跳尾巴，我知道我要跳尾巴的时候挺傻眼的，我说哈，我要跳尾巴，他跟我开玩笑，我以为那个东西是我永远都不会跳的。他们对我有什么误会让我去跳尾巴？算了，刚好这个跳尾巴的这组都不是属于这种那种超可爱的那种，像林杰啊，然后诗雨，我们是母汤尾巴组。哎，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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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怎么办？我是现在怎样？手开始笨拙了吗？我开始笨拙了，我的双手不复从前。耳朵？好，看不到没关系。一定要再多跳几次，来不及了。希望下次不要尾巴，不要叫我每次，我要每次都跳不一样的 unit。希望了，可以吧？现在在做送给 Mina 的东西。是我的第一笔订单，这样我就不用想要做什么了。快入期，我的鸡！我在做琪琪与弟弟的发夹，大概长这样，这是我的草稿图。对，就是长这样子。订单有多少？现在只有一笔订单，要看一下我能撑多久，你知道吗？吃饭，给送上，都差不多。为了让它不快点干掉，所以要用这个东西把它压住。第一次看我直播，这样，哎，谢谢。怎么第一次看我直播，我就在做别的事情，这样有点害羞，对不起。
没有认真跟大家聊天。Hello， 水锤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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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锤，太精致，这个礼物太精致，我觉得把他胃口养大了，有点辛苦。这家店终究会开多久呢？可能很快就倒了。羡慕米娜，值得羡慕的事情。大量订单，拜托面面不要这样对待我，姐姐会累的。是不是都很细心？不一定吧，是要看个性啦。整天担心把人胃口养大，前唱会表演的时候往台下丢黏土就好了。哎，成本也是很高的，好不好？这黏土成本很高的，等下营运不让我丢。我妈又把小时候被痛打，嗯，果然是看看捏成心形往下丢，你是可以心形的话超简单，丢泥巴，捏泥巴，你，捏弄。Hello， 豆芽，等一下哦，这是要屏住气的时刻。大家这样看已经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不对？这是什么东西？怎么长那么像外星人？好怪哦！牛逼姐是直接往上丢是什么东西？咖啡拉花 ，Hello 珍珍，有人提到坏路记号，好想听哦。的感觉，这个表演感要超强的。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我其实真的很喜欢这首歌。如果能挑战的话，我是想要挑战看看的。不过我应该觉得超害羞的，就跟其实第一场 mini concert 跳尾巴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好害羞，好羞耻哦。然后可是我上场前的时候，我告诉自己。我很可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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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可爱。然后布幕就拉开了，说我要出去了。然后看到大家这样哇的时候，我觉得啊，天哪，好羞耻哦。我就是这样子啊，觉得害羞。那时候我的心情就是这样。对，自我催眠。告诉自己，我自己办得到的，我相信你可以。然后就是以这种方式在那一场生存，好可怕的卡兹卡西。大家有没有被这个组合吓到啊？哎，怎么是你们这样？
同样挣扎吗？应该有吧。掉了。但诗雨应该没什么挣扎，因为他本来就是会走可爱风格的人。不要害羞，不行，我一定害羞。可爱的男孩子，观众比较害羞，为什么？我才害羞。什么姿势？羡慕七七跳尾巴的时候已经傻眼了，超傻眼的。七七点很重的告白气球。看到歌词，这个坐下的这个坐这个姿势真的超可爱的。是在 Hello 什么？这个雨晴是适都适合这首歌是吗？我不行吧。诗雨其实也蛮适合坏路机的，因为他感觉做得到这种感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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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重播坏路机，可是我很喜欢《薄暮游记》的版本。又给你前辈，真的好好看，而且他的是有点性感的那一种，我超喜欢，超喜欢。口白的部分真的也超害羞，可以表演这首歌吗？啊，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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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solo 哎，你知道 solo 压力有多大吗？像勇往直前第一句，我唱到现在，我终于才终于好一点。这是当 center 的压力，性感又可爱。我的性感又可爱吗？真的假的？害羞呢？笑死！别笑我啊！怎么可以这么坏的笑我？七七和自己的小对话，大家跳啾啾啾，他会觉得很累。我跳啾啾啾的时候，也是跟自己讲，我自己很可爱啊，催眠自己，我很可爱，我很可爱。好，上去。我练习的时候，也是跟自己讲说，我很可爱，我很可爱。他一直笑我，不行，我要催眠自己呀。虽然我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就是怎么讲 ，care 这件事情。就是我要多多去尝试不同的风格，但是还是会觉得害羞嘛，对不对？会害羞的。脑补一下我表演这个，
可以可以，你可以现在脑补，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发生。一层一层粘上去，粘土就是这种麻烦的事情。这是哪首歌？哦，有没有想要唱那个洋葱？然后突然听放这首歌，唱不下去。对，是拉链。不会回的，或是很难回的，我会自己对略过。最初に元気の子もう全部使い切るって約束しましたよね。じゃあ私もちょっと。はっ。よし。って言ってもね、大して変わるわけ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身軽になるんですよこれを。よし。ということで皆さん、まだまだ盛り上がりました。对，我今天在加班。其实大家看到我刚刚的，就是边做粘土边对话，就是我平常在家的样子，看起来有点可怜，但的确是这样，没错。这首歌适合小博，我真心觉得这首歌很适合小博。还有小弟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其实这首歌也是我的入坑曲，不是也是我的，就是我的入坑曲。因为我第一次接触 AKB 的歌是我朋友在唱，然后他那边每天都 De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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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ky， 然后就这什么歌啊？
这其实反而不是那种 heavy low 天之类的，就是是这首歌。下班直播间，好的，嘉轩，什么荣？还在坑内吗？不在，因为他其实不是那种入，就是这么追星的那种入坑，他是喜欢，就是知道那种感觉。那时候就被他就是有点小入坑了，他入的认识吧。我可以做我的事情，然后跟大家聊天，路人粉差不多是这种感觉。祝我美好的一周，好我勇哥上班加油。Hello 沈红，朋友趁机对我告白，不是啦，今天放假了，恭喜，放假快乐，放假就是要开开心心的，去做想做的事情。我在家也不听什么嗨歌啦，我觉得抒情歌比较多。我看十集的不开心。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他就像，我喜欢这首歌。声出せますか？全力出してくれますか？我觉得。ありがとう。ユキリン前辈好厉害。ということで、今日のご当地曲も楽しみにしつつ、まだまだ皆さんに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たらなと思います。それでは次の曲聴いてください。365日の紙飛行機。版本服装很好看，说图是 Mayu 的那个 ，Mayu 有的那个吗？今天琪琪很认真，对，因为送人就是要很认真，不是这样讲，我做每个东西都很认真。哎，不要掉，真的很怕掉，你知道吗？
构想啊，做出来像不像呢？再说。到底是豆沙色还是鲜红色？有的图是豆沙色，再加一点豆沙色，乱加，好会画图。对呀，这是我的天赋之一。我在上场前有先点了这天赋，趁乱告白，我看到了。真的是日本人吗？不是，我是台湾人啊。安安你好，我台湾妹啊。我台语就认得，应该吧？或许吧。告白的留，这白石的留言都特别慢，因为没人想帮他刷留言，尴尬。笑死！我播在做黏土的时候，竟然人数比我认真聊天的时候还多。以后就做黏土好了。气气气气气！怎么会唱日文歌啊？因为我记得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 AKB48TP 的刘雨晴。那 AKB48TP 其实是在日本有个 AKB48， 那我们是在台湾的海外姐妹团，所以我是团员之一。可是我不太会日文，但我会唱一点点日文歌。黏土掉到地板，其实就是个深渊，你知道吗？姐妹团吗？对，像上海有 Team SH， 然后泰国有 BNK48， 然后菲律宾是马尼拉 MML48， 只是蛮多姐妹团的，所以可以去查查看哦。有兴趣的话，然后请你多多支持好吗？那我们很多活动都会在官方的网站上公布，那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AKB48TTP， 拜托咯。对，上海是 TSH， 我们是 TTP， 台北的意思，我们会以城市命名。官方网站。抱歉，刚刚可能卡住，因为我妈突然打电话给我，我晚点再回她。啊，鼻子掉了。
鼻子太大了，再小一点。你接什么？挂掉妈妈的电话。我在工作，妈妈。他是要问我明天还是今天？今天还是明天回来？他一定忘了我其实是后天。很可爱。妈妈都猜错了，其实是后天。键盘女婿乱回。我也是键盘教学者，你知道吗？是乃木坂的歌吗？对对对，这是乃木坂的歌。乃木坂。生命真美丽。不接你电话回来就死定。不会啦，我妈人好。桃园的饭用大声公向岳母报告。你的乃木坂回到昨天前天。前天的记忆了，帮大家恢复记忆的时刻，蛮多人都去小巨蛋看了吧？把耳朵粘上去，我紧张了，把它翘起来。现在长这个样子，完美手势，还很多细节没有加上去。哎呦，掉了，没有加上去。昨天梦到我，怎么了吗？我是噩梦吗？是噩梦吗？危险，好危险！我的吸管呢？大家觉得我在找吸管吗？跟你们讲，这些吸管也是很好用的。大家如果做粘头的话，拜托不要把吸管。很努力的在做，其实做大只的就会很快，做小只的是就会很难。嗯，地方要多涂一点白胶，因为白胶干了其实会透明，所以可以涂薄薄一层。反正外面还是会上防水漆，没关系啦。做的还蛮有模样的，谢谢你的评语。海外团还没。嗯，没有，可是可以翻跳吧。Hello， 小雷雨，小只手要够长。对啊，我正在挑战我的耐心跟实力，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懂吗？哎，丢掉了，话说得太早，自打嘴巴。乃木坂每个都长得这么漂亮，好羡慕。乐乐最近特别喜欢洗板，
被我推坑，该算被我推坑吧。希望算，希望算什么？希望啊啦，不讲话了。希望啊，我今天讲话一直卡词。希望，对，希望，是不是要比？是不是因为比赛的关系？我一直鼻塞，我等一下要找感冒药吃，不然我觉得我真的感冒了，脑袋坏掉了。希望，脑子坏掉的雨晴。不要笑我。美版颜值都很高，对啊，我也这么觉得。橘版颜值也很高，超正的。这是什么？回家的路上吗？是吗？不是，我都记不太起来歌名。南木板的粉丝们别揍我，午餐吃什么？吃的优格加麦片。算入坑，我也是，我是喜欢听音乐。大家在看我这种恶心的事情，我把白胶加到粘土里面，是因为有点快被我揉干了。粘土快干的时候，其实也是用可以用白胶补救一下的。次元碰撞是怎样？什么错了？对不起，你俩可以看他制作比喻的过程。可以请，就是请大家帮他，就是剪辑一个快转这样子，帮他看一下。这多久呢？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而已，还好吧。家里白粥，那迷你康舍不是，那一天跳两场，然后早上都不太敢喝水。因为我很怕自己水肿，然后就到下午那一场的时候，超好笑，我狂灌水。我去换衣服的时候，我就会灌一瓶，一小瓶300cc 的水，然后换一次衣服就喝一瓶，换一次衣服就喝一瓶。所以那一场我就直接上场前就喝了一瓶，所以300，大概喝了1000多cc 的水，很口渴，你知道吗？因为不敢喝水，怕自己水肿。每个地方都黏白胶吗？对，对，黏白胶，因为我怕会掉。
你的那个眉毛我都不敢呼吸，好紧张哦。明天见，明天中午见哦。看多久都不会腻。你都看我直播吗？他今天开够久，刚刚才发现我有直播，听起来有点难过，不过没关系，至少你有来。至少你有来。看手作很疗愈吗？真的假的？以后都开手作，头发怎么越来越乱？发现做手术，还好另外一个。暂时上了。翘翘的地方不可爱，太多人不会露，看到更多面相，你说左右边吗？脸的面相。做了这么久，然后做很丑，这样做很丑还是不敢送人。要求高的人，主人会不会很可怜呢？就是会啰嗦的，要求多，跟我一样，不好的就不想送人。对啊，当然就是要送人，就是要送完美。
灵魂之窗。我是长舌妇，爱碎碎念的那种。念也是为了大家好，但是妈妈是不是一次都买很多粘土？怎么那么大土？我已经买小份的了。所做的东西都很小，其实应该蛮快就。如果做大型的，应该就蛮快就做。手很冰，然后粘土很容易就干掉、冷掉了。对啊，这首刚播过，再放别的歌。嗯，不过要打。二手。带你飞什么？岁暮手小的人。什么？这句留那么久，什么东西？想被编就说嘛，还没有编过人呢。等一下，眼睛是灵魂之窗，我现在没办法看留言。下次不能跟大家讲话，头皮主播只给大家看头皮。
什么什么什么揍人，不敢呼吸，终于把眼睛连上去了，好紧张啊！等我一下啊！觉得手都听听歌也很赞，以后就这样啦，这样我也很轻松啊，就开心做我想做的事情。滚乐听摇滚乐刺的是十字绣字幕是字是镜是镜，冰道其实蛮可爱，他很多很特别的想法，让人搞不懂。就是那么可爱，哎，但他容易紧张。你觉得哪些黏土手作最好用？我不知道哎、欸，因为其实我现在用的黏土也不够多，就是没有那么厉害，就是很浅层的那一种。所以也没办法给大家一个正确的就是知识，只能说我喜欢轻质土吧。琪琪弟弟的手指头是几根啊？一个小时，对啊，啊，怎么
怎么办？我明天开直播，我明天几点开啊？还好今天没跟人家约，太尴尬了，直接迟到。上线。博子会不会酸？不会。我喜欢的 perfume 好了，不会播到四点吧？不会播。要我在这边这一张椅子上直接坐三四个小时，应该也会不太舒服。一直呀，好难啊！我等一下干了之后会拿黑色的笔描一下边边吧，这样看好，这样子，那大小大概就是这样的两只吧，这样这样。干了还会再缩一点，所以就这样喽。Yes。终于做好一只了，哦，累呢。OK， 等它干吧。剩下的土黏黏干净，不喜欢脏脏的地，就是的地毯，不是电毯，是这样吗？怎么觉得我自己老了一岁？收拾物品，不能接受乱七八糟的桌子。真羡慕米娜，终于做好一只啦！要下班了，对啊。看不出来我要下班了吗？我在收土了呢。好啦，最近这两天多开一点也没关系啊，反正过年又没有要跟大家见面，不是啊，过年没办法跟大家见面，也没有直播这样，所以就趁这几天多开一点，开心吗？开心，好。因为乱来。疲惫，
お疲れ様です。这是限量版。过年很无聊。不会啊，过年就开心了，吃饱睡，睡饱吃的日子。今年我没有排时间，是有直播的，那但我没有排我对直播的时间，那我会尽量多发一点现实动态给大家好吗？这款夹链带很好用啊，夹链带都好用，一包。哎，再拿另外一个夹链带出来。是你送 Mina 麻将耳环吗？是麻是没有，是 Mina 可能买麻将耳环的时候自己也买了一个吧。他怎么那喜欢那个耳环？傻眼。天天看回放，这么喜欢看回放，别这么想我好吗？下面的箱子里面，真的好可爱哦。其实这个你可以插那个什么 memo 夹的这种东西，这样插一根这样，你就可以夹东西，就变成一个基，就是底座这样。表现得不错，夸奖自己。我之前去上班的时候啊，我都会夸奖自己说今天做得不错，这样。但其实那时候我虽然是工读生，但没有业绩压力，所以可是我自己卖出一个方案的时候，方案可能就比较贵，可能就是要几万块那种，我就这样子 ，yes， 等一下可以去买饮料喝，这样。就趁那个就是中午吃饭时间，就是中午就是休息时间一个小时，然后就我要去买饮料喝。开心的阿七，开心的阿七。开心。好了，我们来念一下今天排行榜。还是该念的还是要念，好不好？哎，我的这个套子去哪了？我才刚买这个剪刀，我就把套子弄丢了，太快了吧！嗯，在，吓死我了！哎，我居然弄丢了。好，今天的排名，我们来看看。地板是黑洞，那你可能要问一下何景喵喵，把我东西藏去哪了？第十名是青苹果，谢谢。第九名是阿当，谢谢。第八名是公大，谢谢。第七名是牛排，谢谢。第六名是亚麻露谷，谢谢。第五名是宗泽，谢谢。第四名是点恒，谢谢。好，第三名是空白格，谢谢。他连头像都是空白的。第二名是张白蜡，谢谢。第一名是玉安，谢谢。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的直播，那明天中午十二点也是会有直播，那中午十二点的时候可能也是吃个午餐聊聊天，然后这才可以做所做的东西，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环节，拜托咯，那我这个环节可以有动力继续做下去，没有动力的话就算咯。
超直接，没有的话就算了，再也不做。好啦，今天到这里结束啦，拜拜。你今天的妆看起来太服帖了，乱化的妆都可以特别服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认真化都可以化得很崩。